在母仪天下的光环里，始终也没能摆脱这层荣耀给我带来的不幸，又蕴藏着冷冽的寂寞。五岁的时候，我还不能了解不幸的含义，许多年后我才领略到母亲眼神里那种入骨的苍凉。当初我们同情那些被赶出去的家人子，庆幸自己可以留下来，留下来就意味着任务的开始。现在我们五个人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谁也跑不掉，谁也别想跑。咱们现在必须齐心合力，完璧归赵。皇上往这边看了，你们看到没有啊？皇上，这个公子，他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们五个情同姐妹，我们五个当中，不论哪一个得到皇上的宠幸，都不要忘了另外的四个姐妹，好不好？天仙。